有升职加薪的机遇，并带来了财运，但很可能因为自己的同情心而被骗财，因为信仰的冲突导致自己很想离开目前所生活的环境。月亮、太阳、木星形成了变动性质的 T 三角，内在情绪非常迷茫，但又充满幻想，但现实却被诸多的生活细节所限制，导致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压力很大，并且有强烈的冲突感。另外，在强调自我的时候，又觉得应该要维持公平和正义，保持和谐的平衡关系。两方面的冲突为社会架构带来了危机，并不断地挑战着权威及制度的底线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